绿的不可以哦，然后尽量不要碰到旁边这个哦，栽红色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什么色？红色。小表姐进入厂内底，听到现场老师的讲解，就马上来买土马豆。头一下看到这么多红光光的土马豆，小朋友是相当欢喜。南投市顶的教育为着要培养身心障碍者一技之长，特别开辟一片菜园，平常时伫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定睛来照顾菜园。现在菜园内底菜已经会当收成，教育就安排幼童小朋友来进行着农田体验，除了挽土马豆以外，搁烤菜头。你手拉着，哇，好棒哦！好，拔起来看我，机会。哦，好棒哦！你拿起来，哇，哇，这么大颗，好好好好好，好来，来你也要好了。啊，第一次拔萝卜，好不好玩？好玩哦。拔萝卜会很辛苦吗？会不会？怎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要很用力的拔。拔萝卜感觉怎么样？会很累吗？很酸。为什么？手很酸。为什么？太重了。要很用力拔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大朋友自己种的，对。然后就是透过我们带小朋友来拔萝卜，或者是摘番茄，然后可以教导小朋友说我们要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大自然的资源。这个教育指出，和小朋友来农田体验只是一部分。主要是希望小朋友会当借由甲身心障碍者之间的互动，互因对这点无同款的囡仔有进一步认识。其实我们一直想要把这种教育的带到不同层面，一直想要把这个孩子们，从向下扎根，让他们从小就认识这一群比较特殊的朋友，比较特殊的族群，让彼此呢都可以互相尊重。一早起的体验活动，这点小朋友拢上了宝贵一课。除了体验农田生活以外，也知影要尊重另外一群无同款的大朋友。记者陈明婷采访报道。